2500年前腊月七八，释迦牟尼佛正悟成佛，一碗烧滚滚的腊八粥，除了表达温暖和关怀以外，更传达着佛教慈悲喜舍、惜福感恩的精神。佛光山南大病院提早在12月27日准备了4000多碗的腊八粥，分别送予台南市政府和各局处的员工，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代表接收。那我们今年呢，动员了500位义工，我们准备了50000碗的腊八粥。今天我带来了4500碗，我们要分别送给我们台南市政府，以及各局处的员工2000碗，还有市议会200碗，消防局1150碗，检察局500碗，来为呢这个来感谢呢，这为老百姓服务的人民公仆呢，表达最深的一个敬意。释迦牟尼佛正悟成佛，让人间有了佛法，有了光明，让众生会当远离无明，有超脱轮回的希望。每年这个时阵，佛光山南大病院拢会依照先贤法师的配方，用8种美果蔬菜象征八正道，再加上念经加持的大悲咒水，熬成腊八粥。也就是说，要与人为善。所以我想这个腊八粥过去有许多历史典故，但最重要的是那个精神本质要能够留存，也就是希望让社会更美好。那让社会更美好的事情就要多行善道，做好事，说好话。因此呢，我们很感谢佛光山能够施粥普施天下，也感谢许多过去这一年来包括许多志工，包括许多为这个城市、为台湾付出心力、付出时间，而且付出努力的这些好朋友。